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译白话佛经的殊胜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安道夫，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昌寺的主持人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继续讲这《楞严经》54集。即阵我咧继续讲这《楞严经》的第二卷，经文都安尼讲：阿难，一切众生轮回世间啊，由两分颠倒分别见妄，当处发生，当业轮转。温和之间，一者众生便叫妄见；二者众生当分妄见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佛陀甲阿难尊者讲：“阿难啊！”所有一切众生呢，之所以会伫六道中轮回流转无停，当苦海世间中安尼受苦呢，拢是由于内心生起无明无惑，两种颠倒执见啦，生起两款两种的颠倒错执见啊，错见希望错误的分别心所起的妄见，迷失了真心实性，当初就。起业造业，随着凡夫世间当初都做了，所谓造业都是造受恶业啦，身体杀生、杀盗淫啦。口念呢，做了妄言，起意恶口良善，
心内起贪嗔痴，安那则是恶业。嗯，身体呢，心内起妄想烦恼，起嗔恚心，都受怕惹到个他人，嗯，做杀业。人讲杀人放火了哈，身体做第二个恶业就是，就看别人的物件起贪心，就要强抢，啊，偷摕啦，哎呀，做第二款，嗯，偷盗的恶业，嗯，第三就是男女吼。起了淫魔欲心了，都男女恶别来，特别得的强暴，嗯，这身体第三款恶业，啊，嘴呢？嘴，你也知道嘴，口交四款呢，妄言，妄言就是。讲白贼诈欺拐骗，即马上济哈，食者诈欺，拢食个话，啊，一挂戆人的，戆阿婆啊、阿公啊，一挂金啊，拢啊骗去，嘿，这吼啊做妄言，诈欺拐骗，机遇呢？机遇就是，嗯。教歹囡仔大细啦，教人安怎偷摕，安怎男女乱来，这叫做毁德毁淫，毁就是教毁，嘿，这就是机遇。恶口就是骂人迄落真恶毒的口气，予人听得忍袂掉吼，起烦恼，较重的甚至自杀。一句话害死一个人，但是吼，一那个指向一个来剑，出口伤人啊，这恶口了哈。两舌就是两个指，人脑两个指，就是讲一个指啊，两边讲话无同，安尼叫做龙交小交，嗯。叫做挑拨离间，本来人翁某兄弟姊妹白囝感情真好，互你伫中间哦，挑拨离间，啊，甲弄到小家，弄啊，家己个人家倒啊咧小台，这做良心啊，嗯，靠十款四款王家。啊，心内起贪嗔痴三观，看到好的就起贪心啦。嗯，得袂到就偷摕啦，强迫啦，真灰心，看到无欢喜的，就排挤啦、消灭、消怕，害死人啊啦，啊，是真灰心。第三，心内无起执着啦，就是未当了解真相啊，未歇执着，这个无起啦。众生心内起了无明烦恼，做了这是恶业，所以。做了这恶业了呢，都会自然的感苦报，自苦因的感苦报，就像种苦果子，啊，你开花结果，我是果生果啊，唔是甜啊，是苦的，哈，吃苦果，所以众生带的轮回六道安尼流转未停。
那是心内，烦恼心内，那是一种迷惑妄见。拄好讲众生两款啊，两款迷惑妄见，对两款的第一款，就是众生个别所起的无共的业力。第二种是众生多人共同有分的妄见，迄就是强业啦。啊，拄啊，家己起的，这叫做别业啊。个人感觉无共，因为个人造因无共，感觉也都无共。啊，像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五原子弹弹落了，几百万拢做伙死，迄就是强业啊。经文在那讲，云何名为别业妄见？阿难，如世间人莫有且且生啊！且生讲起来就是，那即马讲白内障啊，哈，一款。异病，目睭的异病，目睭有异病的人吼，暗时看到一趴迄落垃圾灰，即个看吼，目睭有毛病，看起来垃圾灰，迄落灰四边吼，有一个圆圈，彩色的，圆影啦。五色重叠，色条好问阿兰讲，这个一声，这个看迄落，迄个花的边啊有五色的影啊。阿兰，你的意思认为迄是花的问题，还是目睭的问题啦？哈，讲是。此夜顶明所现圆光啦，为色为灯光，灯色为是见色。阿难，此若灯色，则非圣人，何不同见？以此圆色圆影为圣。机关若是见识见义成识，即比行人见义影者，名为何等？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佛陀都安尼讲啊，拄啊讲。众生轮回两款，一款个别业，一款强业。众生的个别的起业造业，所生的希望执见呢？阿难啊！我倒记一个，比如讲，就是啊，世间有一个世间人啊，伊目睭有赤翼啦，赤翼其实就是白内障啊。即老人白内障作多，老花眼久就变白内障。我两只目睭嘛，拢去老花眼买啊吼，变白内障，拢开刀过。两只拢开过好个在，佛祖保佑，拢后会写经。迄个赤，为甚只要讲赤鱼呢？
因为迄摆那阵目睭拢血丝红光光啊，所以阿兰就像世间的有一个人目睭有赤意，生摆那阵的眼病，啊，所以暗时呢。暗时看到迄冰光，较早是蜡烛火啦，啊，即马想讲即马是电火鬼啊，即，电火哈，迄蜡烛火的迄火焰边啊吼，一个圆箍啊，迄彩色的，迄啊做粉一粉光啊，粉啊哈，五彩色，光一点一点哈，贴身衣，眼看哇，在你的意思，怎样？这夜晚的灯火光明，所看的那个彩色眼光。分影是属于灯火所有的色彩影呢，也是属于迄零件的颜色的彩色的呢。阿兰啊，这彩色分影。如果是属于灯火的彩色阴影，安尼那话，目睭无生白内障，无目睭红的人，为什么因看到无迄个阴影？你若讲，迄阴影是？灯火有诶，为啥因无目睭无病诶人看到无？嘿，若是目睭有病诶人看到有呢？即伊啊诶彩色，因可也是，有迄个赤意，眼病诶人才看起到有。所以可见伊毋是灯光的本身啦。如果是，渐眼色的色影，还是计算的影影，是咧看的人的眼色的变成彩色的，安尼，迄位。别摆那张红目睭的人，有病，还会当了结根医啊？分就是医啊，分影的是啥呢？是清者，啥物呢？经文安讲啦哈。佛慈阿难，若此阴影二顶别有，即合旁观，边障机缘有阴影出，二见别有，应会眼足，云何？生人目见阴影，是故当知色实在，色实在顶啊，见病为影，影见即见，生为病，将不能言是。是顶是见，
伊是中有非中非见。这段文的意思，佛陀安尼讲啊，佛处就是讲，我搁再讲，如果这个圆形的分量离了定根，另外有一样，安尼讲起来呢，合理应该方便，就是讲离了定后有一样。迄个鱼啊，安尼边啊有迄方便，咧食方便，啊是迄帐幕哈，布迄帐幕啊是迄椅啊椅桌啊，啊颜色就是咧食桌的迄所在，也应该拢会看到迄个鱼啊，如果离了。零件的颜色别有营养，且应该不留眼睛。安怎个？这你变来变去，就是讲，究竟迄个看到的彩色营养是属于灯火的，还是属于目睭的？其实拢唔对啦。其实两个因缘合成。我只有病，看起来顶火都变安尼啦，拢毋是单独在一边嘞啊。所以，我只有病啊，看到顶火啊，产生这个影响啊。弥勒所闻经安尼都讲啦。因是不善业，业道因缘故，地界五鬼畜生三恶道了。因是善业道因缘故，畜生天界跟人界。这个拄仔咧讲诶，起业道缘，那起贪嗔痴，迄个是是不善，是不善业诶。啊，就自然呢，对地甲五鬼畜生，啊，那变过来，加之不啦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啊，不贪嗔痴，安在行天界、人界。我本人离开台湾后，等等啊，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法官每一本拢甲翻了白话，到这样已经翻了144本。每一本翻译可能用几万本，全台湾，各间大学、各间佛寺拢寄过来。啊，那是在家居士随意在印度寄的，各种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那些人，拢寄社会来加套。咱这喏一领收入都拢用经送物咧卖，还佫救济救人，佫是个高级用智能带电视方法，办一个佛学出修班。啊，继续不断地接受，是寡人将你将想要出家，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立身。咱遮头前殿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地府金光主由南海普陀山请啦，真正南海观世音各来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遮大灵感，啊，我家己嘛得到遮大灵感。89年前，我被人诬告陷害，上地院法院到最高法院，已经判我死罪无罪，伊搁再要甲我上诉，我求观世菩萨啊甲解救。有一人梦见观世菩萨啊，我头壳顶甲休甘露水，结果无偌久，真正最高法院就将伊上诉甲驳回啊。讲你到即马提袂出人情物情，无啥物新的证据袂使搁过啊。那三神定愿行我清白，这就是观世菩萨给我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阿弥陀佛。
岩古刹新桥方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方寺数十年来推动吸引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桥方寺，电话：0736312291。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举办秋季孝亲报恩法会，日期9月23日星期六上午9点，礼拜金刚宝忏暨小蒙山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。9月24日星期日下午1点半，设放鱼茄宴口平等甘露法时，恭请慧泰法师主法。洽询电话0722123233，0722123233，0728202278，0728202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10月4日星期三，时间8点半传授八关斋戒，13点半礼拜大悲忏法会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